องลืนกี่มื้อสาสาอาสาสามาบอชูซันจู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ฮัลโหลตาฮอยพ่อๆเฮ้ยหลายหมอแห่งโอเคกับแม่ฮอชันนะค่ะมาอยากจะสู้งานซึ่งนั่นไม่กันนิ้วละกําหยัด38ห้องเซ็นเคอีกยัดติ๋มหลิงหลกฟันเขาเอากําหยัดอยู่เลยชมไหมล่ะพาฟล็อก我谂大家都应该挂住我啲 vlog 啦，系咪啊？咁今日咧，其实系完全冇嘢做嘅，就俾大家睇下我喺屋企冇乜嘢做嘅时候会做啲乜嘢啦。实实一定当我戆鸠啊，对住部机喺度讲。做咩啊？咁我啱啱起身咧，就其实已经煮咗个早餐噶啦。我早餐系炒乌冬，有菜有蛋有丸有呢个日式嘅烧鸡串，仲有呢个水鱿鱼。咁呢個 vlog 咧係好突然拍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冇錄到我呢個早餐點整。如果大家真係好想知道點樣整嘅咧，咁就再講啦。係啊，同埋疫情底下咧，我延伸咗一個新興趣，就係我好中意煮嘢食。唔知道大家喺疫情底下咧有冇延伸咗一啲新嘅興趣出嚟啊？如果你哋有嘅話，喺下低同我 share 下，我好想知道係咩。咁我食飯咧就睇 YouTube， 咁就一陣間再同大家講下我有啲咩做啦。早晨啊，姐姐，瞓醒未啊你？系咪瞓醒啦？瞓醒啦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阿Sir佢琴日前日嬲咗我，佢唔同我瞓，因为我有两日冇翻屋企，又唔系完全冇，系冇同佢一齐瞓。你唔好嬲我啦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叫咩？佢真系好叫得噶。做咩事啊？做咩事啊？我想讲咧，有鼻音喺度咧，真系好容易觉得个头好油咯。By the way， 我已经食完嘢同 hea 咗一阵啦，而家个时间系2:32。跟住大家见唔见到台面前咧有啲瓶瓶罐罐啊？咁其实我今日咧主要系想执下屋嘅，执下啲化妆品啦，同埋执下啲衫。咁我而家首要做嘅东西咧就系要清洁我嘅粉扑。而家大家见到呢两格柜咧，其实就系我啲化妆品嘅收纳区啦。呢边主要系彩妆，呢边咧主要系护肤品同底妆同一啲工具仔咁样啦。我而家咧就要拎晒啲粉扑出嚟，分一分我啲数先。咁咧，我首先就会洗扑先嘅。咁扑咧就系咁样摊开晒啦。然后咧就系12蚊店咧系会有呢一啲专洗数嘅呢啲清洁剂啦，我手边咧有三支，呢一支系全新嘅，呢一支咧剩翻两滴就用完，咁我就用埋佢。打开，我自己中意直滴嘅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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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我会毫不留情咁样去滴嘅。我会滴到咩程度呢？就好似你平时化妆之前咧，你整湿啲泡嗰个程度。滴完之后咧，咁我就会将佢放埋一边，咁我喺等嘅期间咧，我就会洗埋其他数，咁就差唔多啦。数咧，我就真系入厕所洗啦，因为咧厕所洗方便啲。惯性用手嘅我就咁样倒，跟住沾沾完 ，OK， 一支都变咗噶嘛，咁咧放喺度。好，第二支手掌沾，记住啲数咧，永远都要咁样向下，因为如果咧洗剂咧咁样倒流入咗去咧，啲毛好容易会甩晒嘅。继续疯狂重复之后咧，我就会疯狂喺个洗手盆边咧喺度压啦。咁咧你就会压到啲彩妆出嚟噶啦。咁其实压到你见唔到任何彩妆咧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就放侧边先啦。咁我继续第二支。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跟住咧就拎毛巾包住，放喺一个可以晒到太阳嘅位置。柄嘅位咧就垫高少少，都系务求令啲数咧系咁样斜向下嘅。长短长短放啦，就希望每支都可以晒到少少。好，跟住转战细数。细数咧，我自己习惯有个兜兜托托喺下底啦。咁咧我就会倒呢啲喺个底度拎啲数。咁会方便啲。咁你一路染嘅时候咧，就会有啲汁液出咗嚟噶。唔该你，佢继续染。每支数浸晒嗰啲液之后咧，我就会逐支逐支咁样喺度笃啦。咁都系每支笃到佢冇嘢出嚟咧，咁就 O K 噶啦。哦，洗完翻嚟啦，终于有少少太阳入到呢张床。好，咁同样做法啦，系逐支逐支咁样印啦。Suppose 洗得干净咧，就印唔到嘢嘅。之后咧又系晾高个底，跟住就咁样。噔噔就是这样啦，其实都会有 fail 的时候嘅，大家见到。好，咁最后咧，我就要洗埋我啲泡。咁其实都是拎去过水，系咁压，系咁压。咁通常咧，气剪
粉撲咧係最難洗。呢一啲普通棉嘅粉撲咧，洗一洗咧就白淨曬噶啦。咁我喺印之前咧，其實已經流乾曬噶啦。咁但係點都一定會仲有啲水分嘅。咁就繼續印，啊，佢哋全部變曬白雪雪。好，咁印完差唔多咧，咁就會再重新換過呢啲廚房紙啦，咁就放喺呢度曬，咁一定要曬陽光，咁就係咁樣啦，唔係咧就會好容易發毛噶啦啲粉泡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呀，係咩事啊？洗手先。啊？你做咩啊？你睇下。嗯，阿屎忽啊，摸屎忽啊嘛。哎呀，臭啊，屎忽臭啊，阿屎忽臭啊，摸豬豬臭嘛，摸落豬豬。咬，整咩啊？洗咯。跟住咧，我就尝试抹下啲化妆品啊，拎几张湿纸巾，咁就喺度抹抹抹。哇，干净晒，入边啲镜都要抹一抹。得，食唔食嘢啊？我喂你俾你食唔食啊？食食。我执好咗我唇膏位置啦，咁其实咧我执咗三支。是要退液的唇膏出嚟，咁就呢三支会掉啦。咁之后咧，我就会将呢一个叠喺上边，哎呀，跟住将佢推翻去呢个位，嘟嘟，大日就系咁样啦。同埋哈哈 Nutty 啊，真系好开心哦。好的，我个台面咧暂时执完，化妆柜咧都执咗，争啲数啊。第二咧就系要转战我嘅饰物区啦。咁咧我就想执一执自己啲耳环啊、颈链啊什么的。同埋大家見到嗰度咧有個飾物櫃嘅，咁嗰度咧我就諗住擺啲眼鏡啊，同埋手錶同埋少少鏈啦。咁但係耳環咧我都想擺翻落呢啲盒度啦，咁我就執一執先。其實而家個時間已經係6:25，執埋呢個飾物咧去做一做嘢先，即係做一做手機上嘅東西啦。我唔知道今晚食咩好咧，我好想食醬油蟹，又好想食三文魚，一路執一路諗。现在的时间是8:10，我的晚饭就是这一点了。我自己熬了个三文鱼刺身，这个呢是一个粉丝加菜加一些丸和一些金针菇的一个面仔，是我妈咪煮的，我就在她的煲里滗啲剩低的来吃，就开餐。其实我还没复我手机的同事，我想着吃完东西我就会复的了。还有我的东西已经执完了，除了三之外。劲厚的三文鱼，我超级想吃三文鱼，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那么厚切的，因为我很容易吃吃下就会觉得很生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吃那么厚切。通常那么厚切呢，我吃一两块呢就会顶不紧，擦擦油朝瞓到晚。继续看老高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他也不记得。 Hello， 现在是夜晚的12:33，我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就是思考人生。我刚刚很开心啦，今天是我和我男朋友的一个纪念日。因为这个纪念日和我前排生日很近啦，因为前排生日的时候呢，他只是说得句生日快乐给我啦，我就很不开心啦。我是这样暗示串他啦，成日在拎出来讲。跟着他今天呢就打了一些少少长的文章仔俾我啦，无论手写定唔系手写咧，我都好中意收到呢啲。总之就系我好中意收到呢啲啦，所以啦我就好开心啦。咁同埋我啱啱处理咗一啲手机上教班嘅一啲事情啦，虽然我仲有啲未复嘅，咁但系我唔系几想复啊。同埋我发现咗我嚟 M， 咁同埋我最后咧系未有执到衫嘅，我反而仲。網上購物了，我網上購買了一些衣服，我還買了一個相機的電池。我現在就想把我的泡泡收回入我的化妝袋裡。其實我的掃呢，細掃基本上就乾了，大掃呢就半乾了。我想用自己的化妝品，我最近都沒什麼買新的化妝品，一來是對最近出的化妝品沒什麼興趣，二來就是想自己的東西維持在一個數量甚至再少一點，就有一種斷捨離的 feel， 我就覺得
好少嘢好開心啊！有時候除咗衫，係啊，斷捨離係一個過程，唔係一下就做到，一下就做到嗰啲咧就叫抌嘢。我相機又冇電啦，真係開心啊！我而家又要覆手機啦，我唔中意啊，我唔中意啲 message 彈出嚟啊。三點幾四點啦，其實我就要瞓覺，中間咪冇拍 vlog 啦，因為我瞓咗覺，咁我而家繼續瞓，聽朝起身再同大家講啦，拜拜。